快乐在耳畔啰嗦，青春笑出了酒窝，爱是雨滴化作糖果，一颗颗洒落，阳光流转在眼波，吻着记忆的段落，好多情节舍不得说，我在心中发热，反复重演清风与星月落满天，像时光岁月长长，慢慢将浮华弥补满，远方的天空暖暖洋洋，伸出坚实的晴朗，像时光般熠熠芬芳，说话中自在的生长，幸福中唯品会邀您收看腾讯视频小时光。夏天我要去度假，上唯品会买件元气少女背带裙，都是好牌子，才三折哦。你干嘛呢？喂，你喝多了。默默，我不是。珊珊，你们回去小心点。默默，我们不是。你们先走吧。走吧。我去拿拖把，你别见。所有玻璃制品的外包装都会贴着小心易碎，但并不是每个人都真的会小心，他们无所谓的觉得没那么容易碎吧，不至于吧，上次也没事啊。但是当他们打开包装的时候，就会发现碎了就是碎了。怎么办呢？只能扔掉了。司徒梦，怎么了？你不能走。为什么不能走啊？把屋子收拾好了再走。我收拾好了呀。把墙上东西弄下来。这个撕下来墙壁会坏吧？知道墙壁会坏，你为什么要贴？那我撕了。墙壁坏了，你要负责修好才能走。哼，完好无损。行了吧，我走了。等等，又怎么啦？下水道堵了。啊？
所以呢，这不是没堵吗？假设之前的排水量能达到每秒钟1.2升每秒，那么现在的排水量最多只有每秒钟0.6升。所以呢，为什么要我来捅啊？行吧，我头发长，我活该。我请人来修。那我走了。等一下。又怎么了？今天太晚了，只能明天请人来修了。但是我明天不在家，你能在家等吗？行。煮面吃不吃？吃。我放在冰箱里的泡面呢？这两天吃掉了。我去买。买什么牌子的？随便。还买别的吗？鸡蛋要不要？哎，我给你去吧。谢谢啊，谢谢。咱俩齐了吧？便宜了。嗯，对啊。我看看这结账吧。小伙子，试一下我们的新品。阿姨，我不吃甜的。一点都不甜。阿姨，我尝尝。嗯，蛮好吃的。好吃吧，我买一个吧。你也尝尝。来吧。嗯，阿姨来一盒。嗯，好。学生呀，就是有文化，懂生活。这机器啊，给你放在这儿了啊。有什么售后问题啊，尽管来找我。你看看还需要什么？哎，这个机器人好，这个机器人它可以很好的管理那三台机器，而且连你家里所有的智能机器，它都可以很好的管理。辉夜，你看这个，这都是你拿的？怎么了？放下，太贵了。我有钱。啊，不是，姑娘，其实啊，你看啊，它不仅可以帮你管理好家里所有的智能电器，而且呢，它还有个特殊的功能，哎，就是模拟情绪啊。如果说无聊的时候，它还可以陪大家聊聊天呢。能陪聊天？啊，我也能陪你聊天。走。哎，不是，小伙子。我知道呀，你是非常疼爱女朋友的。我们这些机器人吧，都是非常实用的，它能很好的分担家务，买了才是真正的疼爱女朋友呢。姑娘呀，我知道你是心疼男朋友花钱。阿姨，我们不是男女朋友。不是男女朋友？哎，你管了这么多呀？要不就买一个。哎，好啊，你自己掏钱。哎，小伙子，你不看看这个智能机器人了？啊，还有那个擦窗户的。先生，现在我们超市在做促销，满满200元送一个购物袋，
您这边已经差不多快190了。我们有一个扫地机器人，不满200吗？不好意思啊，我们这电器不参与活动。要不您加购一盒口香糖就可以参加活动了。拿一盒吧。你干嘛呢？你继续研究，我去睡了。谁？扫地机器人撞了一下。康查尔大的什么时候来啊？快了。你不是说今天有事吗？怎么还不走啊？我一会儿就走。那你还是回学校宿舍住吗？对啊。其实我建议你还是住这里。为什么？一是你之前面试的公司离这里特别近，你甚至可以走路上班。可是我还没确定被录取啊。二是最近学校查晚归查得特别严，而且学校那么远，你也知道，一旦开始实习，你都要考虑这些问题。三是黄阿姨已经给我妈打了一年的房租，正好支撑到你毕业。但是如果你不想住也没关系，我妈肯定会把这笔钱退回去。但是黄阿姨还会不会给你租房子的钱，我就不知道了。顾先生是吧？您的快递。谢谢。我觉得黄阿姨不会再给你租房子的钱了。为什么？而且我只住到老校区的实验做完，我就回学校了。你为什么要留我？我怕你妈。我理解你，这个我理解。
你好，是您叫来听下水道的吗？是的，请跟我过来吧。好的。我在就好，有事可以先回去了。是不是去姑爷家过夜了？不是给你报备过了吗？别装睡。继续。哎呦，木木啊，你来看一下妞妞这个眉毛怎么什么颜色都不对啊？啊？会不会画粗一点比较好？还粗啊？再粗就成蜡笔小新了。我来试试，我来试试。不行，救命啊！不行，跑吗？妞妞，救命啊！我跟你说，粗一点真的好看。你要相信我。不行，相信我。你不要动我呀！回来了，对了，喂，你好。你好，请问是司徒墨吗？是的。这边是奥利广告公司，很荣幸通知您，您已经通过了我们的面试和审核。真的吗？是的。啊，谢谢谢谢，再见啊。再见。默默。你跟莎莎怎么了？没事啊。不是没事吧？真没事。哦，对了，我可能又要搬出去住了。为什么呀？我被奥利录取了。真的？你默默，默默也太棒了，默默也太有出息了。啊，学到了。就为了这事儿，你还整个联谊，你不嫌麻烦吗？你们女生就是事儿多，拌嘴而已，过两天就好了。嗯。谁放我柜子了？阿克。我袜子呢？他把整个寝室的袜子都拿去给他女朋友埋锅了。埋锅？反正就那么一回事儿，二十四孝男朋友呗。哎，他女朋友这几天又在打电话，说要办什么社团联谊活动，联谊你去不去？不去。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好，嗯，挂了，拜拜。帮兄弟个忙呗，我女朋友说她课外活动分不足，要办一个社团联谊活动。你看我这一下也找不到人参加，嗯。
我不参加活动的。都大四了，谁还有空去参加活动啊？找的可都是单身女同学哦。那我突然有空了，是吧？必须得去。不去。默默，这儿。你们俩认识？我男朋友怎么不认识啊？啊？你换男朋友了？我说咱俩是多长时间没有分享小秘密了？之前那个早分了。这个啊，是新校区合并之后打游戏认识的。什么？我没跟你说过吗？我记得我说过了呀。阿克，司徒墨，嗨，你好，你好，给你买的奶茶，谢谢。嗨，我是梦露。你好，我女朋友。知道。为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啊？那你俩是室友？哦，感觉我被按了快进。吃下，我要剥的，你尝尝这个，特别好吃。帮我试试鸡蛋。好。对了，阿克有没有跟你说社团联谊的事儿？说了。说什么？为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啊？带你出去玩呢。什么出去玩啊？你别管那么多了，出去玩就是。可是我要实习了。就是在你实习之前啊，而且我有活动学分要存。你得支持我一下，但是我没有但是，难道你不想实习之前出去好好放松一下吗？而且这次是去海边哦，那我去。哎，你也去吧，他才不会去。你之前不是说不去的吗？你没说去海边，不是上次去海洋馆，对，我记错了，是海洋馆。你也喜欢海边啊？对，多吃点青菜。活动方案做好了，我发你俩一份。好，你们去约会了，你们俩看着办吧。你下午有事吗？没有。你帮我搬家吧，我请你吃西瓜。好，走。统计好了告诉我，我下午好去租帐篷。啊，好的，好，你放心了。啊，你也太臭了吧，去洗个澡吧。怎么会才14个？刚那司徒墨你算上了吗？干嘛？什么活动？我参加。没事，不重。那你帮我拿着。啊？
给我吧。行，帮我把钥匙拿出来吧。在哪儿啊？最外面那个。没有啊。哎哎，找到了。这是上次买的口香糖吗？别！不是我。我知道了。这个是我们上次买扫地机器人的时候，在袋子里发现的。哦，那应该是我以为是口香糖，拿错了。哦，要不我帮你收柜子里？扔了。真的要扔？你留着。扔掉，我扔掉。其实有件事我还挺好奇的，你为什么把它放在包里啊？晚上有活动啊？你要参加吗？吃西瓜吗？进来吧。你好，事儿，就是那个有张纸，长方形的。你有没有在听我讲话？有啊。我妈寄给你的居民证还给我。我没拿。那去哪儿了？我到处找不到啊。不知道。你真的没拿吗？我拿那东西干嘛呀？也是，你应该不会无聊到把它藏起来，联合我妈来威胁我。不会。行吧，那我再找找。
回来了。嗯。你们还有多久到啊？看到你们了。上车啊！保安师傅不让停太久的。上车吧。拎拎东西啊！你看小胖。好了，咱们也下去吧。这是海吗？这不就是河吗？还没有河水清澈呢。这不就是买家秀和卖家秀吗？哎呀，来都来了，总不能掉头回去吧？走，咱们先把帐篷搭起来吧。小姐。快乐在耳畔啰嗦，青春笑出了酒窝，爱是雨滴化作糖果，一颗颗洒落，阳光流转在眼波，吻着记忆的段落，好多情节舍不得说，我在心中发热，反复重演不倦的思念，化作日夜。干嘛呀？自拍啊！来，一起拍一张。啊？干嘛呀，露露？干嘛？你都干嘛了？我干嘛呀？小心点啊！慢慢脚步缓慢。啊！我没有人，你换衣服吧，别着凉了。别闹，有什么？梦露，你帮我扎一下头发。谢谢。我们公平竞争吧。你说复配啊？嗯。我才不跟你公平竞争呢。什么意思啊？就突然觉得好像不喜欢他了。你是因为我吗？你没有必要。向组织保证，绝对不是。
呀！哎呦，你在这儿干嘛呢？你溜风筝呢？你厉害，你来，给。有些人啊，就像风筝，把线交到别人手里就拼命地往外飞，从来就没有想过拿着线的人也会累。之所以不放手，不过是舍不得而已。站到手得了。鬼爷，我好不容易才放上去的，我要杀了你！你冷静。杀了你。不都说海螺里有大海的声音吗？真的有哎，你听，真的有大海的声音。你有看过海绵宝宝吗？海绵宝宝里有一个神奇的海螺，它知道大海的所有秘密。我们这个会不会也知道很多秘密呢？真的有大海的声音。你听到的就是你颅内血液流动的声音和空气的声音啊。根据共振原理，当声波的振动频率和海螺内腔固有的振动频率相同时，声波的振幅和声强会被大幅放大，形成共鸣。所以说你听到的就是海螺内所传播的空气流动的声音和血液流动的声音。什么？你把热水瓶扣在耳边，一样的道理。我为什么要把热水瓶扣在耳边啊？玻璃杯也一样。不扣。你自己捡吧，反正我也什么都不认识，看你能捡到什么。早啊！早啊！哎，等，等会儿再进。
角，爱你的睫毛，爱你的发梢，爱你的味道，眼神中的讯号，嘟嘴的小骄傲，是你专属表情包。爱你的语调，爱你的撒娇，爱你的微笑，哦，爱你的拥抱。你猫咪般讨好，我防御全部无效，这感觉谁都替代不了。勾着手，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你身边环绕，感觉到爱一点一点，一点点的明了，轻轻和你。睡着都会偷笑，就是如此让我心跳，让甜蜜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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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的发酵，烘焙出浪漫的味道，这甜度刚刚好，像一颗芝麻，一份爱情面包，品尝两个很美好，勾着手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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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身边环绕，感觉到爱一点一点一点点的明了，庆幸和你遇到，睡着都会偷笑，就是如此让我心跳，让甜蜜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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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的发酵，烘焙出浪漫的味道，这甜度刚刚好，像一口吃掉一份爱情面包。